司令，司令！哎，他妈的，前面怎么有炮声？哎呀，今天幸亏咱们俩……走，肖二姐，陆大哥，六钗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吴英和蔡彪被他们抓走了。 这些小毛贼要是让老子抓到，一定把他们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司令，你先别急呀，他奶奶的，有种给老子滚出来！司令，小心！王爷，王爷，来人，快来人！ 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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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司令啊，就是怎么了？那些小毛贼一见老子出去，吓得脸都不敢露，转身就跑了。啊，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别提了，多亏了邦彦刚才替我挡炮弹，要不然现在受伤的就是我牛德彩了。哎呦，德彩啊，赶紧给他送医院吧。对呀，快送医院！是，快点，小心，快点。 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哥，幸好咱们桌上的宝贝都没事儿。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！哎呀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我！他还没死，他还活着。哎，等一下，留着他，还有用。什么？ 大家都下车，好，准备回驻地。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白老大，那个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回去干什么？我得把吴影的遗体给抢回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也不想想，你现在要是去的话，那是有去无回。刚刚经历这么大的事，二鬼子和牛德彩肯定会设下埋伏的呀。哎，没事了，我会小心的。等等，彪子，你不能回去，祥儿说的对。 白老大，那吴影毕竟是咱们兄弟啊，我不能眼看着他的遗体被小鬼子糟蹋。音乐点一点，感情更长远。